Hello， 我是景言，我今天准备拍摄 OK 精彩的封面，也同时给大家分享一支幕后的 vlog， 那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一会儿都开心。现在我们一起去楼下看一下今天服装老师给我准备了哪些好看的衣服，走吧。姐，我每次拍摄之前呢，一定会在护发还有护肤上都下功夫。在护肤上呢，一般早起就会贴一个保湿的面膜，这样上底妆就会很服帖。那在护发上呢，也是要下功夫的。我一般会用施华蔻目光瓶，它里面有14种植物精粹，会让头发非常的柔顺，而且做造型的时候头发也不会受到损伤。同时它还有无花果粉，我现在头发香香的，非常的好闻。我自己比较喜欢舒服的，然后比较随性的。今天有很多红色系的衣服，这个吧，一条大红色的皮裙，穿上应该很酷。我自己最近比较喜欢绿色，今天也是穿了一身的绿，然后绿色今年很流行，然后马上要过圣诞节了，就是这种红绿搭配刚好可以过圣诞节了。我们今天的拍摄已经顺利完成了，期待我的后面大片。拜拜。